赏，都是我的好马，都有赏。来来来来来，来赏钱了。大人，哎，听这声音好像是公子的吧？嗯。哎，你的，哎，给你给你，收钱吧。现在哪有功夫理这个白痴？殿下都不知道怎么样。他要紧的是要紧。打仗也得有军乐呀。来来来，把我教给你们的曲子也弹给诸位听听啊。卷铁戎，哎，不对啊，听我给你唱。卷铁戎，凤凰出，金陵雪。听懂了吗？这首曲子满城都传遍了。高才，实在是高才，下科榜首，那非是衙内。状元算什么呀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可是爹，孽障！你这个孽障，给我打下！爹，这中秋节也不能出去玩玩吗？你给我滚进去！哟，问话就问话，你老动什么手啊？你给我滚进去，我有话问你。爹，我没输钱，我真没输钱。大人，疼着呢。我告诉你，胆敢说一句假话，我今天活活打死你。哎，我这还没说假话呢。你给我进去吧。哎呦，你下雨天打儿子也是应景啊。大王，钟书令，令郎再大的错钟书令也都原谅了，毕竟是亲骨肉嘛，打个半死就行了。大王，怎么到下官这儿来了？不过今天确实有一个犯了大错，差点被打死。钟书令，知道是谁吧？下官断然不信。此事是殿下所为。钟书令，祸从口出，还请慎言。钟书令可以不信，可是陛下信，陛下也愿意相信。那么到底是尚书错，还是陛下错？愿意相信。还有，今晚本王来，钟书令觉得又会是谁的意思呢？这一回你觉得又会是谁呢？如果圣上无意，就算查不出来又能怎样？如果圣上有心，就算查出来了又还能怎样呢？姑娘，我姐夫他到底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妾做错了一些事情，殿下不要妾了。谁说是鹌鹑？眼睛瞎了吗？先生请慎言。你把它送给我好不好？我会好好收着的。那给了剑生，剑生能答应一切一件事吗？答应，什么都答应。哎，你来。姐夫殿下，殿下，姐夫，殿下，不关他的事儿。错了。
你看什么看？臣，尊。本以为他百无一用，没想到当一个情种，倒是一把好手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刚刚为什么要给他东西？不能吗？工人和外臣私相授受，妾已经不是工人了。又想讨打了是吗？不想，妾知错了。就是从不改错是吧？还有，你想让他答应你什么？我让他以后不要再来找妾了。不对吗？我磨蹭什么？本宫还有事。公子，别管我！公子，马子。殿下，现在可以起了吗？本宫今天不用交代。你呢？就一晚上刺了一个腿粗嘴短的鹌鹑。殿下，这不是鹌鹑。啊，不会穿，本宫自己不会穿呀。殿下，不用啊。吃了石榴，补起疹子呢。那这个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天恩，打个神龛供起来吧。是。你点点数，给梁帝他们送过去，就说供沐雨露天恩。每位娘子分几粒嘛？天恩，还想吃饱吗？小人遵旨。本宫也是有频率的，你不是见过了吗？没见过那么多。听你这话，怎么有点临渊羡鱼的意思啊？你也想分一粒？妾吃了石榴，也会起疹子的。去问问武德侯，出宫了没有？是。